冲冲一万赞哈，朋友们，我们冲冲屏，咱们冲冲一万赞。欢迎林峰哥，晚上好，感谢地平线哥的小心心，咱们一起点点赞了哈，家人们，我们冲冲一万赞，一会儿跳舞哦。感谢风筝哥。赞了，咱们2700多了。感谢快乐的我，晚上好呀。没顾上吃饭，晚上，白天去拍摄，后来刚刚到那个点儿。感谢光柱，谢谢我们唐僧哥的小心心，感谢长信，谢谢长信的人气票票。我们要看猴跳舞的朋友，咱们一起点点赞了哈，家人们一起出出屏。感谢光柱。先喜欢的绿色小旗袍，哎，我真的是超级喜欢绿色，哎，绿色就是这种叫什么呀，这叫什么绿呢，草绿色果绿色，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绿，啊，就是特别喜欢绿色相关的，太墨绿不行，墨绿不太喜欢。跳舞非常好，谢谢，喜欢的话可以点点赞哦，咱们一起抽抽屏吧。不知道这叫什么绿，翠绿吧，果绿，我也不知道。跳个舞啊。豆蔻青，这么洋气吗？这名字。我们公屏上掌声走起，山莫忘却
春色惹人醉，皎皎晚上僧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，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怕什么戒律清规，只愿天长地心相随，爱恋意，爱恋意，愿今生长相随。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怕什么戒律清规，心相随，爱恋意，爱恋意，愿今生长相随，愿今生长相随，长相随。谢我们林峰哥的大红包，好看吗？家人们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公屏上掌声走一波。欢迎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每位好朋友，主播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，古典舞呀、民族舞、现代舞等等等等。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公屏上掌声走一波，家人们。感谢十月，谢谢草原，你们喜欢吗？跳一支梦里水乡送给大家，一起点点赞哈，朋友们一起出出评。泪水流过脸庞，所有的话
想，泪水流过脸庞，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。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，看那晚霞吻着夕阳，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。今夜你在何方？转回头迎着你的笑颜，心事全都被你发现，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边。感谢我们林峰哥，谢谢我们林峰哥哥的大红包，好看吗，朋友们？喘口气。喜欢和我舞蹈的朋友们可以掌声走一走哟，朋友们。没点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。歇一小会儿，喘口气。谢谢海林哥大啤酒，感谢小人弄牌，晚上好呀。感谢我们家人们的小心心大啤酒，喜欢看舞蹈的朋友咱们都可以点点红红的关注哈。主播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，哎，欢迎我们热闹哥哥，晚上好呀。谢谢小伙，大家有没有什么什么想听的？声音吗？能听见吗？感谢月影，谢谢月影的玫瑰花花，感谢时间哥哥，晚上好呀。是不是很少睡点看我？有，好的好的，一会儿喘稍微喘一下，跳舞有一点累，我们稍微喘一下，一会儿给大家唱首歌可以。小的朋友是不是没有听过好好唱歌呀？提前试一下，唱首歌啊！我不知道这会儿气儿喘匀了没。来喽！众望所归，但是几个管理哥哥们都没有时间，问了一下。没有大海的波澜壮阔，没有大江的气势磅礴。只有岁月静静的浪花朵朵，我是草原上的一条小河。绕过高山，穿越的嗓子哑了。苦辣
刚跳完舞嗓子哑了。没有去点点赞啊朋友们，没有亮灯牌的朋友咱们可以亮亮灯牌。没有湖泊的平静清澈，没有山泉的流离景色，只有春风荡起的冷火朵朵。我是草原上的一条小河，山川给我跳动的脉搏，阳光给我青春的光泽。我的生命奔流不息，远方的大海呼唤着我，第一次听我唱歌呀，那我唱歌有时候不能放在刚跳完舞之后，那跳舞主要是有点消耗体力。感谢我们吉尔，谢谢谢谢时光静好，感谢腾飞。水杯特别，因为跳舞消耗大呀，因为每天跳舞消耗特别大，既然用小杯的话老得去蒸，然后有一点麻烦，然后直接就拿这个，这叫什么水壶，直接拿这个大水壶喝，这样的话就不用老去蒸去了。感谢谢谢谢夕阳，喜欢猴舞蹈的朋友们可以点点猴的关注哈，我们也可以助力一下猴头顶上的心愿任务，朋友们。感谢灯牌，唱得很好听，是第一次听我唱歌吗？哎，我刚刚晕了一下，也疼了。感谢灯牌，家人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呀？可以跟我说哦，有没有你们想听的？噔噔噔噔，我以前有一次特别搞笑，就还是彩排的时候，不是正式演出，然后就低血糖了。就是他，就我不是以前在部队嘛，然后，正好那个舞蹈最后是一个亮相，啪，然后举着那个道具的那个枪，然后一起来，然后最后亮个相，然后熄灯，然后就是这个舞蹈就结束了。但这是彩排啊，因为我们那当时在合灯光，然后最后，而我还站中间，我啪我就站起来了，然后做了一个这个造型。然后我就眼前一黑，我就眼前一黑，然后我一睁眼，我再一睁眼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就都围着我，就是我其他的就是什么就别的同事啊这些，然后他们就围着我，然后我有点不知道咋回事了，我说你们怎么都围着我呀？然后他们说你晕倒了，我说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说刚才好像眼前一黑。你们想看啥，家人们？感谢灯牌。美人吟舞蹈，好的。
跳一小段啊，有点低血糖吧，好像就是。搜一下啊。今天没有管理，呵呵蓝蓝的跳一支美人吟啊，白云天。
好看吗，朋友们？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公屏上扣个喜欢，欢迎大家，欢迎走进猴直播间。感谢海林，我们有小星星大啤酒的朋友，咱们可以小星星。真正榜友助力向猴头顶上的心愿任务，朋友们。累死我了，歇会儿啊，喘口气。感谢桃李相依。记得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，我们喜欢的话咱们点点关注，喜欢和舞蹈的朋友们点点关注。没什么人我就下播了，一会儿咱还老时间播吧，10:50左右开播，喜欢的话我们一会儿见，好吧，一会儿再给大家跳舞了，拜拜哟，一会儿见哦。没点关注的咱们记得点点关注哈，10:50播，好吧。